有点色啊，有点色。我先对不起哦，那个要剪进去，如果有剪的话，对不起，如芬姐，对不起。好，我来讲了，谁的精子里面有人？你说 gold 吗？哈，金块里面嘛，哈，金块里面有男性，对对，男性的。我再帮你找台阶下，然后你直接啪啪啪把它拆掉。对对对，答案我看，答案进戏院再来看，好不好？我里面没有讲，你又把我的台阶拆掉，啪啪啪拆掉。都好找哦，现在怎么走？星光大道。哇！大家都找到，不好意思，打扰我们访问。哦，对。蔡凡 C 一抵达，想说怎么开始了？没有迟到，没有迟到，是林哲熙、李明忠提早了。访问房间秒变闹哄哄，三人合体为贺岁片还钱宣传。其实做我们这行呢，不外乎是调查。我想跟他做狗，伪装。有时候也需要用武力脱身，还加上陈柏霖、蔡思韵共组窃盗集团，要把偷来的钱还回去。拍摄现场跟电影一样好热闹。大家在聊什么？聊什么？屁话。屁话，然后有蔡凡熙在，你就是现场会很好玩。很印象深刻，但不能讲啊。不能。帮我讲一个啊，如果真的不能用，你们就不要用。好，谁的 X X 里面有人？毛利。因为毛利小五郎。好的，真的用不了，毕竟蔡凡熙的角色就是疯狂讲这些有的没的，演喜剧笑场难免。最难的地方就是在这个放得开的之间要拿捏那个平衡，不要太过，不然就会 too over 太呛了。喜剧片不笑场，那这部戏就不好笑了，真的，对不对？所以笑场是没有，对，一定要有的。开拍前我们都会这样子一直讲这种垃圾话，可是比如说像他刚刚就讲那个笑话，然后在开拍的时候他可能就自己脑中又想到一次。原来笑场王是首次在台片演女主角的蔡思韵，至于李明忠也说自己是个老顽童，很爱玩。 我私下也是很爱玩的，很爱闹的一个人，很废。我 周围的朋友都很废，所以我说的梗可能会比较 没有太高难度的那一种。对啊，我很享受他的冷笑话，就每说一次都打开脑袋一次。目前幕后一样欢乐，全员喜剧魂爆发，让影迷过年全笑翻。 TVBS 新闻卢鸿昌台北报道。